随他们的心去。你看在硅谷这么繁忙的地区办这样一个活动多么不容易哈。我建议大家再给他们一个热烈的掌声。谢谢，虽然你说的特别好，对父亲的总结啊，三个感恩，三个感谢，我们每个人真的都要反思自己对父亲的这种感情哈，要多感谢他们。首先，我觉得最感谢就是父亲生养了我们，父母生养了我们，他们这一生真的是很不容易的。希望我想这孩子啊，等他们长大了以后，他们就能体会到做父母真的是很不容易，你要 appreciate。那接下来是第二。